晚上好呀，今天樊妈做了会爆浆的巧克力马芬蛋糕，你们想吃吗？这个蛋糕做法特别简单，不用打发，搅一搅，烤一烤就能完成。先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将黄油和巧克力放在碗中隔热水融化，然后加入糖、盐、泡打粉搅拌均匀，接着加入鸡蛋、牛奶继续搅拌均匀，然后筛入低筋面粉和可可粉，用打蛋器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浓稠顺滑的状态。烤箱170度上下火预热，模具中放入纸杯蛋糕托，蛋糕液倒入模具中的一半高，然后在中间放入2块黑巧克力，继续倒入蛋糕液到9分满左右，表面再放一些巧克力豆，然后把烤盘放入烤箱中层，170度上下火烤25分钟，巧克力浓郁的马芬蛋糕就做好啦，中间还会爆浆哦。